同学，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大家都起床了吗？杜班长啊，早啊！其他同学起了吗？作为一个班长，你竟然没有督促其他同学起床。我起得早啊，出于对你个人的喜爱，就不扣徽章了。我要叫他们起床吗？肯定是要关心一下同学呀、啊。关心一下同学，那不应该让他们多睡会儿吗？好，赶紧准备准备吧啊！一会儿吃早餐了。好，我来看看其他同学起没起来啊。大图同学醒啦，云长，洗漱了吗？没有，快洗漱吧，马上吃早饭了。啊，他们都做好了。他们啊，没人做，没人做。那吃啥呀？哎，你是不是今天的值日生？你不是啊？不是，我叫武大进去。先把值日生叫起来。行，你洗漱吧啊。好的。哎，魏大勋同学起床了。魏少林同学呢？啊，你俩一屋啊？魏少林同学起床了吗？起床了。魏少林同学，你还是今天的值日生哟。武大进、李文翰、唐九洲同学，刚穿的衣服。李文翰同学啊，迅速起床，整理好你的发型，帅气的发型，刷一个牙。哎，唐九洲呢？唐九洲，你是唐九洲同学吗？